带你们体验一下 PUBG 最解压的玩法，好吧？当老鼠去劝架，哪里有枪声哪里有我，哪里有架哪里有我，哪里人多我就在哪。OK， 落地捡枪，先清人，兄弟们。哦呦，有点刺激啊，兄弟，吓到我都麻了你。还有个没枪的哥们儿躲哪了？什么档次啊，就跟我跳一块，兄弟。有脚步声来了，但就一个，很有可能是这一队的队友啊。在车库门口，我们打个闪，爆个闪再冲。白到了，但在车库前面啊，来不及了，开门虚晃一下，再往右边拉，顺手捡个头盔，搞点烟，搞点物资。贴过来了，预瞄。他掐道具就往前顶。不急。OK， 掠食者拿下。河对面还有枪声，直接走。卡车后面有个人，咱们捏个顺爆雷，直接可以顶啊。舱门口已经封了烟，不用担心被炸。OK， 炸倒了，继续往前顶咱们。左边人打，但无伤大雅，有掩体挡着的。他队友在舱后看到了他手，不顾人头，脚步往后走了。又喷一枪，这人没死。呜呼！我真撞过来了他。这对空投队，他们捡了好多空投，赶紧换个喷子。子弹没捞起来，兄弟别搞，有点东西，再捡子弹，赶紧换子弹啊！这波没喷子真的打不过，他们全是三级套，拿了很多空投。你看，哎，他们自己把自己炸倒了。这个时候咱们要勇敢的往前冲啊，在后面会吃雷，因为 OK 最后一个击掉，还有最后一个大概率是在拉他的队友，咱们可以拿雷清一下，排一下点，没看到，把他队友补一下。 OK， 听到枪声了，在围墙外啊，右前方围墙外拉个雷，他也丢了，拉走。 OK， 他救起来那个又被炸倒了，我们打个闪，背闪一下，上楼打个药，咱们的血量很不健康啊，上楼打个药，不着急，他来不及拉队友的。听到他脚步了，就在一楼门口。这波注意细节，兄弟们，拉一颗雷，然后雷炸的一瞬间，那一刹那他是听不见的。呜呼，绝处逢生的感觉是真的很哇塞。